一下啦，开个照啦。我看到芊芊。怎样？本来想说那个开工心情不是很好。哇，这个看到芊芊她开心。这个应该不是要芊芊要全部吃下去吗？哎，很重哦。很重哦。哦，很重很重，我来吧，我来。帮忙护花一下，这个蛋糕真的蛮重的。然后呢，上面有那个芊芊的藏头诗，千万秒杀这个千万蛋糕。谢谢芊芊特地来这边呢，帮我们的秋心2月15号的生日呢，抢先送上最暖心的祝福。其实我也是这个进食中的粉丝啦，所以我常常看他的这个直播。对对啊，今天很谢谢芊芊。我其实我本来不认，其实我本来不认识芊芊，真的是在我们有一次拍一个两年前忠孝东路吃酒家，忠孝东路走九遍，但是我们去吃了好几，你们只能吃七家酒家，被发现了。其实没有啦，我们是吃七家，真的，但是我们休息时间他还有去吃别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芊芊。哇，我就觉得这个这么漂亮的女生，然后吃那么多，对呀，好厉害，真的不好取耶，这个很难养哎，伙食费很惊人啊，伙食费很惊人。那一次合作的时候才知道说星爷非常的喜欢吃甜点，对，所以今天特别献上这个是18寸的大蛋糕，你忍得住不吃哦？我本来想说你们等一下就是各分一块啊，我就带走了。我们分一半，一半你的，一半是大家的。我们刚刚是搞笑说那个18寸蛋糕好像蛮有分量的，很重，它刚刚是发抖的，大概称一称大概几公斤啊？已经很少看到这么大的蛋糕，对呀，刚刚称是5公斤，三四五公斤左右，然后三四五六七八九公斤。然后星爷刚就有妙招说，为了减轻芊芊的重量，不如让芊芊在台下先吃掉。哦，对的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忍心把甜食分给我？如果芊芊真的吃的话，搞不好就不会剩下，没有剩下的。哦，真的哦，被他扫光了。一直吃。哦，但是呢，芊芊今天来这边呢，给这个2月15号生日的秋心送上最棒的祝福。那秋心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生日愿望？好，生日愿望其实都很简单啊，真的是很希望这个自己的身体健康，那还有妈妈的身体健康。是。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演唱会真的可以秒杀啊，不要说秒杀了，可以完售。对。千万要卖完啊！千万要秒杀！千万要卖完！对。所以呢，愿望很简单，很单纯。就是这样而已。对。给空以后。那身为这个灵魂伴侣的，是灵魂伴侣，哇，肉体上的伴侣，不是粉红伴侣吗？不是，好了。那你要送什么礼物给你的这个？因为祝福他长高已经来不及了嘛，那就是祝福他身体健康。对对对。啊，你要送礼物哦？礼物哦，礼物，什么意思？礼物是？我就是礼物啊。本来送蛋糕，就是是蛋糕。我已经结婚了啦。他说是。对，我那个蛋糕是礼物，他都说给你的啊。我刚吓一跳，想说芊芊是礼物，可能会出事哦。对啊，哦，可能会出事。其实我们两个如果可以的话，其实是优生学了。哦，长得又高又帅，他脚很短，身体很长。不是啦，他应该是我的小孩，应该会脚很长，身体很短。其实我老婆也不矮啊。哦，也是高个儿，也是高个儿。因为是村里的那个嘛，中锋。所以他们不矮哦，没有啦，我是我老婆了，我老婆也不会，但没有芊芊那么高。哦，芊芊稍微高挑一点，但是太太也不矮，就对了。对，好，但不管怎么样呢，那芊芊，嗨，你来这边呢，要不要给我们这个生日的寿星祝福，给即将开卖的演唱会最好的祝福？我刚刚蛋糕上面其实有藏头诗，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歌迷万千呼万唤的，对。演唱会2月5号，千万要秒杀！是，刚刚有看到，谢谢。真的耶！那芊芊，你以前有听过？你小时候有听过动力火车的歌吗？有，我从小。他很会唱，他很会唱我们的歌啦。对对对。他上次我们拍片的时候，他唱了一些我们的歌，你要唱吗？哎呦，我唱吗？我怕等一下。笑穷傻。怕等一下摄影机会丢上来。不会啦。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不会唱啊，我不是，你成为嘉宾好了好了啊，你是嘉宾哦，那他谁要买票？有哦，好了，你好好说话，不能够因为寿星最大。
所以现在是到底是你要唱还是我们要唱？等一下，先让芊芊点一下歌。你最喜欢动力火车的什么歌？他送了一个礼物给我。对。好，那我就送一首歌给你，这样。好，我可以点歌。我们要回礼，我们回礼。对啊，还是合唱。听什么歌？我想要听，感觉要唱起来了。我想要有点怪，我想要，我想要听听什么？无爱的，挚爱的，无爱的啊，无情的情书。哎，听得出来，那我歌声还不错。因为这首是我们的歌，当然听得出来了。好，他要听，所以认真要听，还是认真要合唱？认真要听。哦，那芊芊，你就是，那你先起个头，你先起头，然后动力火车老爷加进来。我起头吗？对对对，你起头，他起头就可以吗？这首歌我就唱不上去了，试试看。无爱的，好，无爱的，真的蛮高的。无爱的，亲爱的，可爱的，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，错爱的，真爱的，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无声的苦。举得很高啊，真的，我觉得今天芊芊来感觉秋心有特别在卖弄哦。没有了没有了、我在告白了。所以芊芊像秋心心爷这样子的话是理想型吗？理想型啊，我唱歌优生学，因为喉咙不好你知道吗？优生学优生学，不要让人家误会哦、oh, 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让人家误会，乱说。希望下次以后还有缘分、下辈子。希望下一次以后。但认真呐、动力火车我们考虑请芊芊当演唱会嘉宾，不要说他不会唱，他已经当过人家的嘉宾，唱很好哦，真的。你也有演过 MV 对不对？MV 还没啦、还没吗？还没。MV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，演唱会的嘉宾就啊，先不要是不是？也可以考虑一下，然后我们也考虑说不一定要演唱啊。我们一场演唱会可以找三四个嘉宾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一边唱，他就在那边吃啊，吃四个小时。演唱会然后旁边还有鱼食之。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其实可以练习合唱一首歌，是不是？也可以，对。对啊。因为感觉志玲是不排斥芊芊当嘉宾，哎，可以。还有颜志玲最不排斥的就是美女了。那志玲哥刚眼神有颤抖哎。是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你好像言下之意觉得芊芊也在嘉宾可以。可以，没有，当然了、当然可以啊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好，那各位，究竟芊芊在4223会不会出现在全球人寿冠名赞助都是因为爱动力火车的演唱会上面？就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好，那呢？他们两个现在手紧握着麦克风，很紧张，感觉不一样。怎么办？要不要开会啊？要不要待会儿回去开会一下？真的？怎么样婉拒芊芊啊？人家人都来了，不然芊芊，你先帮那个动力火车开一个甜食的联名款好了啦。好不好？其实我芊芊她都有自己联名的东西，然后对啊，不管是佳节，对，或者是可能就是没事的时候就会送给我们，对，就觉得很多东西都很好吃，对，谢谢。所以期待除了咸食之外，可能可以为了动力火车开发甜食，咸食，对。那呢，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话跟芊芊告白的、没有告白的，都已经告白过了、又掏心掏肺的再唱了。真的很谢谢芊芊，谢谢，让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是，如果有机会，真的希望在更大的场合，对，听到你们的合唱，对，一定会成为绝响，绝响，再也不会发生了，对，前无古人，古人后来者的合作，绝响听起来，不会，表示是一个 masterpiece， 千古神曲。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要感谢我们这个可爱的暖身嘉宾，谢谢，谢谢雷师，谢谢。